大家好，咁啊，今日咧就介绍翻天猫精灵 CC 啊，咁因为咧就几日前咧有个新嘅 update， 咁 update 咗 firmware 之后咧，咁啊似乎多咗好多嘢玩啊，咁啊而家同大家介绍下。嗱喺呢度咧 ，update 完之後咧，多咗啲咩咧？其實大致上就多咗，即我發現咧多咗呢、這個手勢控制。咁呢個手勢控制咩嚟嘅咧？其實咧嗱，呢度見到啦，可以咁樣嘅動作咧，對住個 mon 咧就係、是、上一手啦。咁样嘅话呢就下一手啦，咁样嘅话呢即呢个手势呢就叫做播放嘅，咁而家手掌呢个呢就係暂停，咁另外呢度呢都有呢、这个只是返回啦，双手打开，咁而家呢个呢咁样呢代表咩呢，真係深深唔知咩嚟，咁其实呢度咧仲有噶，会有好多手掣，系好多手掣咧，即系手势咧就将来会有嘅。咁咦？而系咪将来咧？系咯。嗱，咁呢度咧仲可以，呢度咧可以 enable 佢，或者即系开咗佢，或者关咗佢嘅。咁，我曾经试过啦，就开咗佢咧，就会咧就一路咁样。叫你做呢啲手势，咁就咁做完晒之后呢先至可以开启到嘅。咁而家我已经做咗啦，所以开咗佢呢都唔会再问我做呢啲手势嘅。咁试下开咗先。咁其实呢即喺呢度嚟讲呢就设定嚟讲呢就冇乜大噶啦，除咗头先呢个话手势之外咧，咁但系咧装完之后咧，就会版面咧呢度啦，见到咧多咗好多嘢嘅，咁多咗啲乜嘢咧？逐个逐个揿入去睇啦，因为其实天猫精灵咧就我就爱嚟做智能家居多嘅。控制啲窗帘啊，控制啲电视啊，冷气机啊，同埋灯啊咁样嘅。咁呢啲其实电影呢就好少睇嘅。好似呢啲咁，呢个好似多咗㗎啦，我试下先。呢个唔得嘅。我呢啲。呢啲咦点解唔得嘅？剧集还没有开播，咦 live 嚟噶？好，咁试下电影啦。咦，唔得喎，系咪真系要会员先得咧？哦，呢啲免费嘅，睇下先。咦，都系唔得喎，点解咧？我游戏都有，咩游戏嘅呢？咁啊，呢个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人吗？
救命啊救命啊，村子里闹鬼了，有人吗？哎，有个马头鬼在乱杀人啊。哎，好心人开个门让我进去避个难吧。哎，有人吗？开个门来了来了来了，我给你钱。别敲了别敲了，来了。哎哎妈呀，终于有个活人了。哎呦，这个鬼也把村子里的人都杀光了啊。哦，人的第一次任务。哦，介绍游戏。哎，这次的妖怪看起来是个傻子，就交给我来。动漫啊，咁唔睇咁多啦。咁另外咧，仲有好多嘅，多咗好多嘢。咁大多数都系电影啊、剧集啊嗰啲嘢。在赌局上，生手怕熟手，熟手怕高手，高手怕牵手，牵手怕失手。哎，咁啊，试下先。所谓十赌九骗。你到啊，下一首歌，见唔见到？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社会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生涯》。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社会都市小说《我的老千生涯》。嗱，暂停咗啦。哎，离开啲添。好 ，OK。黑色枷锁。嗱，继续播放。演播紫金。都得喎，手势。继续。好，咁呢度仲有。我不知道打了他多少拳。也不知道被他打了多少下，眼前发黑，直冒金星，头脑晕晕乎乎的。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把小黄毛朝天猫精灵暂停。咁啊，呢个咧，我啲儿歌啊，动漫玩具。哦，英语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. Five little monkeys are jumping on the bed. Ouch! They fell off.有细路最啱啦。咁呢个咩咧？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，情人节就要来了，剩自己一个，其实爱对了人。咁啊，仲有好多哇！呢度睇下，不能进入啊！嗱，咁你见到呢度咧？仲有个咩精灵市场喎，咁有啊，睇下先。哇，呢度，哦，原来啊，见到好多新嘢。哇，真系好多。哇，有啲好似呢度。添加之未装嘅，咁你揿入去咧，装佢。嗯，麻雀都有，睇下先。宠物聊天。四川麻雀。是不是游戏来的呢？攻城三角。咦，可能是游戏来的。嗯，四川麻雀。我试一下四川麻雀先。添加。
打开。主人，下次可。请求之猫经理。头像啊，算啦，系。我而家应该系装紧啩，咁耐嘅。咁啊，等下啦。啲小少少 update 咗之后咧，就好似一部 Android 机咁样，我要装一啲 apps 喺度。咦，咁耐噶？诶，整紧啦，即系可以我 Android 机咁装啲 apps 喺度。我哋玩游戏啊，睇片啊，我最想睇啦美剧嘅，睇下唔知有冇啲美剧睇咧。诶，得啦，唔系喎，38/40。51/54。咦？54.2就停咗咯喎。哇！一跳跳到80，我最希望佢咧出埋一啲類似嗰啲模擬遊戲模擬。游戏嗰啲模拟器啊，咁可以打埋任天堂啊，打埋 PC Engine 啊，嗰啲就最好啦。咁呢度来自亦都有蓝牙收发，咁啊播个蓝牙嘅手掣啊，咁我哋玩 game 真系一流。喂，咁耐嘅80之后，跟住就。唔喐噶啦，最好佢出嗰个 game 嘅模拟器啦。因为我都想玩 game， 其实喺淘宝嗰度想买翻个嗰啲咩 TV box 盒子啊，咁嗰度有可以装啲。游戏嘅模拟器，咁啊，播埋 USB 手掣啊，或者系蓝牙手掣啊，就可以玩嘅。声称都好多嘢玩嘅，连咩啊嗰个石吞啲 game 都可以玩到。仲有 PlayStation 1都可以模擬到嗰啲 game 出嚟，希望佢出啦。哇，做咩事？80跟住停咗喺度嘅，喂，得唔得噶？唉，算啦，唔好等咁耐。咦，咁我冇出翻去噶啦，喂。天猫精灵，首页。当前页面仅支持退出、返回等语音指令。哇，等咗好耐，终于装咗啦呢个。四川麻雀，主人，下次可以对我。
咁应该系游戏嚟嘅。应该游戏嚟嘅，不过就我就冇乜点玩，睇下冇玩先。嗯，哇，好犀利喎！咁点咧？诶，试下先。金儿，九条，咩嚟呢个？我只要俾钱买。诶，眼光呢个，打摸摸，青蛙，七条。诶，咁样翻。房丝床。诶，眼光呢个。板凳，九条。七条椰子儿啊，等下同一个花生，哦，自己打双节棍儿，板凳，咁咪计打呢个啦，系咪？诶，九条花生嫩芽食物，五条黑桂。青鸟，歪嘴乌龙，唔系小乌嘅咩？红一个嫩芽，哈哈，极品哟！四根，唔系我，五条，八万，中原一点红，喂，唔系小乌嘅咩？四条，杰伦，晒头，小鸟，点解点解？几万，两万，三条，三万。五条，四根，九条，杰伦，四菜一汤，双节棍，七条，我唔知点马鞭儿，四菜一汤，青蛙，马鞭儿，冰鞭儿，八万，哎，冰冻一个，一根。三条，红喽，七条，五条，小鸟，青蛙，板凳儿，黑鬼，七万，五名，嗯，冇得走嘅，天猫精灵。首页，天猫精灵退出。嗯 ，OK， 咁呢度仲有啲乜嘢咧？家居健身，哦，打开睇下先。主人。下次可以对我说：“天猫精灵，打开居家健身。”哦，居家健身可以打开，嗯，有啲乜嘢？哦，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孙杨。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发生。当然我们可能会减少室外的运动，可能也很难去健身房训练。那么我想在家里健身，可能每个人都可以。他叫什么野心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慧兰，很高兴今天我们又在优酷体育见面了，希望大家可以一直跟着我来学莫世青。啊，都几得意嘅。仲有冇其他？哇，好多！哇，啲空手道都有。
真系仲有好多 apps 啊，不能进入啊。不过我就唔会装啦，因为点解咧？我谂装咗之后啲 memory 咧就会越嚟越少，咁就会应该就会越嚟越慢嘅。咁呢个通话系咩咧？就系上次个视频通话啦，系啦，冇乜改变。咁我呢度就有个管理。哦，呢度咧，可以将呢啲咁嘢咧移嚟移去。咁就你最常用嗰啲咧，就搬翻喺头噶嘛，唔使你下下揾。哇，原来真系咁多，啊！搬翻过嚟，系喎。哦，保存。呢个精灵技能系咩啊？哦，即系话俾你听，啊有外卖啦，啊最新疫情都有啊，啊日程提醒，找手机我是谁？讲笑话，我要留言，我要充话费。我要充话费都可以要，OK， 咁大致玩住咁多先啦，因为有好多 apps 咧，我都未必会装，因为通常嚟讲我都系用嚟做智能家居嘅控制器，咁。不过咧就 update 完之后、那个 frame 之后咧，就似乎反应就快咗少少啊。咁其余得呢啲 apps 咧，对我嚟讲都冇乜用，咁可能对大家有用嘅啊。咁啊，好，今日分享啊，嚟到呢度，好啦，拜拜。